外面那张沙发是不是你们的？是啊，那怎么样？又挡住你们家门口吗？可是它阻碍到公共空间，又挡住后楼梯，这样方式很危险的。万一有人不小心撞到怎么办？哪有这么多万一？我只是暂时放着而已，买家一到就会把它搬走的，需要这么紧张吗？ According to 美好院 Bylaws on Common Area Section 4 Chapter 6， 任何人不能将垃圾、回收品或废弃物品放置在走廊、楼梯口、电梯内外等公共空间。 Stop！ 你不要拿你那些law来压我，我只是放几天而已，又不是放几万年。我不是在压你，这是 law by law。 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家里真的没位置放了，所以才放到外面去的。那过几天呢，买家一定会来把它搬走的。好，别说我没人情。 最多只能放到这个周末，我已经拍照做记录了。还需要拍照做记录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以为你是政府人员啊？我只是公事公办，没其他意思。你是公报私仇。好了好了，好吧好吧，那这个周末前呢，一定把它搬走。OK。